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呀！陈嫂，关你啥事？这个柜子不许乱动。滚！哼，肯定藏了什么好东西，我倒是要看看。滚！哇，居然是土豆丝啊！看我怎么给你偷吃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不好，芭比回来了，土豆丝被吃完了。滚！怎么办呀？对了。啊！滚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多多，刚没动柜子吧？没有呀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！滚！Contract Productions, hey.